香港理工大學80歲啦，我今日好高興在這裡跟大家一起祝賀理工的校慶。92年我開始在理工做校董，亦都在94年成功見證了香港理工成為香港理工大學。多年來理工大學呢是培育了很多香港的人才，他們不但是師資是優良，校長領導之下呢亦都培育了帶領了很多香港優秀的年輕人進入了我們香港的社會、世界的社會為大家服務。今日香港很多的要職各行各業都是由香港理工大學的畢業生來到帶領的，包括我們現在的現任特首梁振英先生。我希望理工大學在未來繼續是培育多些年輕人，年輕人是我們香港的橋梁，亦都是我們香港的未來，可以將香港理工大學帶到另外一個高峰。恭喜恭喜。